Testing.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咧4月22号嘅司机金钟直播啊，我系浩德，大家好。咁啊，今日啲声继续正常嘛，冇问题嘛。OK， 咁啊，先讲嘅司机金最新嘅基金单位价格啦，156.2612啊，呢个系4月20号嘅，即系前日嘅。咁啊，讲翻先讲美股啦，好唔好？咁啊，美股咧，琴日就即系开始有个几好嘅反弹啦。咁啊，因为之前两日咧跌到大家咧都开始惊会唔会又系炒完咧？咁啊，你睇翻咧纳指又睇翻三日图 ，OK。咁啊系啦，跌咗两日，琴日咧就一路咧低开高收，一路涌上去，大家发觉咧嗰个心情啊都好翻啲啊。不过你见到咧，其实嗰边其实个气氛咧。其實是真係明顯有改善嘅，有啲好耐冇喐嘅股票咧，都開始彈翻嗰啲咩什麼 3D 打印啊，係咪？大家都以為咧，已經玩完咗咧。近期咧有呢啲都有啲跡象咧，其實啲資金好似咧又翻翻轉頭。其實呢件事咧，依個禮拜都開始有少少唔同咗，連帶咧。大家記得啦，喺四月份咧，啲美股繼續升嘅時間，啲中概股咧全部都打曬落嚟噶嘛。不過，譬如話有部分之前嗰啲炒得一輪幾勁嘅中概股咧，突然間咧都好似琴晚一次過彈翻曬翻嚟啊！呢只咧，中文叫咩話？真點講？融聯。anyway， 唔緊要啦，咁啊，仲有幾隻我都數唔曬。總之整體嚟講，琴晚啲ADR 咧都突然間啦翻曬嚟嘅，連之前所謂啲爆倉嘅爆倉股啊 ，Discovery 啊，嗰啲騰訊音樂啊，全部都見啦。呢啲之前都俾人哋打得好勁啦，一路捱。咁全部咧一次過咧，琴晚咧開一個比較明顯嘅轉勢，咁呢個咧都係幾特別嘅。即係如果你見翻，咁唔知會唔會就係一個好嘅兆頭啦。即係之前有啲即係當然啦，炒有啲有部分係炒作得比較勁嘅股票嘅。咁你話回調都勁，不過咧其實你見到回到死曬咁滯嘅，全部都咁。但係琴日就開始。好似有少少一線曙光嘅，咁令到咧，即係尤其是炒作嘅資金又明顯地回覆翻啲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唔知係咪即係琴晚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阿契媽又衝動咧，幫我哋買翻啲中概股嘛，即係包括騰訊啦，嗱呢度就係美團咁最新就有買美團啦。不過你知阿契媽最中意低炒嘅，咁所以咧即係佢買都可能都係低炒嘅概念啦。佢中意高估低買噶嘛 ？OK， 咁啊，但你見到買翻啲美團啦，買翻啲騰訊啦，係咪買翻啲拼多多啦？咁啊，幫補下，因為你見到咧，其實依扎大嘅即係中概股咧，一則就因為啲科技股就弱弱地啦，而則其實俾啲反壟斷玩到大家都避之則吉嘅，政策風險太高，咁啊開始去買翻唔知有幾。幾有幫助啦，不過你見佢有時即係買下都沽翻轉頭嘅，咁所以咧就有時佢都唔係未必太認真嘅，不過我哋拭目以待啦，因為你見佢其實買嘅比例都唔好高嘅 ，OK， 不過即係都係好啊，至少有即係有啲外邊嘅資金幫手買翻下啲中概股，因為其實整體嚟講呢段時間都見到咧外邊啲錢都係咁沽大陸嘢為之多嘅 ，OK， 咁啊另外咧嘅講翻美其實你話美股冇特別大消息，我自己就覺得嘅就唔算特別多嘅 ，OK， 咁但係港股今日翻嚟咧就有一個大家都應該有留意啦，即係啲配股 placement 咧就繼續嘅。OK， 咁琴日有兩隻比較大啲啦，大啲第一隻就係隻China Gas 啦，就咁啊，應該一個嗰、那個又係又做一個先舊後新，成三咗3億幾4億股嘅，咁咧就具體咧就我都係嗰句啦，而家好似咧玩緊呢個古歌仔遊戲，大家不停咁鬥估下一隻placement 喺邊，即係而家有啲即係之前可能大家有啲尷尬，強勢嗰啲咧你而家又驚佢配股，弱勢嗰啲咧又驚佢唔止跌噶嘛。不過今日市場氣氛好翻啲，可能就舒緩一下啦。不過究竟繼續做 placement 呢件事會停咧？暫時好似咧個勢都大家都緊握呢個 window opportunity 啊，個市好翻啲，啲 placement 一路咧夾硬食咧，暫時都食得落噶嘛。咁啊，但係咧就你見到個表現開始唔同啦，即係琴日咧就安踏就基本上咧就收市嗰下咧就守唔住個配股價嘅，應該係跌
跌破咗少少嘅 ，OK， 咁啊，系啦，琴日收系131蚊，争少少啦。咁今日跟住个市况起翻啲啦。咁 China Gas 咧，咁今日翻嚟咧都系咁嘅情况啦，就佢最尾都系守唔住个配股价嘅，因为先旧后新有啲摊薄作用，所以个折让其实本身都唔系好大。虽然燃气股呢轮本身都强势嘅，不过你见呢啲都守唔住嘅。另外一只咧都系都系有份做 placement 嘅咧，就系只Kingboard 啦，系嘛，即系都系近期即系本身就其实个破紧高位嘅。OK， 你見到啦，即係大家覺得啲周期股其中一個即係受惠股就係即係嘅1400傾博啦。點知啊，張國榮先生咧就其實之前都有喺條街度沽少少嘅。如果睇翻都有報，不過今次再大 lock 啲就全舊股，有少少似安踏咁咯。咁所以咧，全舊股咧啲人就最唔中意嘅，即係代表大股東係咪覺得呢啲價咧其實都已經？去到水位有限，所以佢肯咁大致量咁沽出嚟咯。咁今日就主要呢两只啦。咁今晚仲好冇咧就唔知啊。不过我相信都应该就陆续有来嘅。尤其是你见到个市旺翻啲咧，之前有啲人担心个市况唔好，买个价钱唔靓，或者咧出嘅货唔够多，咁可能都系谂下谂下。咁但系见到咧，而今呢两日美股啊同埋港股都好翻啲咧，咁可能即系呢件事暂时应该大家都要预计一下咧会继续噶。不过就睇下边啲强势嗰啲就会做啦，唔知会唔会好似琴日大家估啊嗰啲853啊嗰啲269回啦，但我唔知啊。不过冇得估嘅呢啲讲真。咁不過有啲即係用從往績咯，只可以講。OK， 咁啊，但係你今日如果睇翻即日嘅市況咧，就其實就都開始，其實都唔係間單單今日嘅，其實依個禮拜依幾日你都見到咧，其實個市場個情緒係好轉當中，同埋不停咧都開始揾翻啲即係唔同嘅嘢去炒啦。咁包括即係琴日我講過啲。医学美容嘅嘢啦，咁你嘅今日其实又转下，今日整体 healthcare 都劲嘅，即系啲医药类嘅板块啦，包括你见到即系 Innovin 啊等等，其他有部分其他嗰啲破埋顶添，如果大家细心有跟嘅话，咁即系 healthcare 就依轮都系强势翻啲，因为可能大家都惊咗嗰啲反垄断，暂时都即系避开啲科技，买翻多少少医疗啦。咁但你话炒作嘅 setter 都真係多咗好多，譬如话今日就加当然炒啲航运股啦，系咪，包括啲Costco shipping 啦，即係唔单止啲 container 嘅，连即係之前啊 ,Ada 有同大家讲得好深入嘅Pacific Basin 啦，同埋呢啲 dry bulk 嘅都今日又係。咁你见到另外一个 steel 啦，即係就嗰啲宝钢啊鞍钢，我都唔再重复，但整体嚟讲呢，我自己觉得甚至乎呢啲再细啲嘅，即係嗰啲斯摩尔啊赤子城啊嗰啲Mobil 嗰啲，即係全部都升晒嘅。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事，即係至少系即係正常底下呢，个市间系有啲嘢投机，有人炒作下，咁正常。咁有啲人有啲得，有啲唔得啦。咁但系至少嗰、那个、那个气氛系正常化翻少少嘅。咁譬如话头先我都阿 Ada 都讲，你见譬如话即系 ASM OK， 咁啊，琴日出咗啲 first quarter 啦，咁啊出咗啲数啦，咁啊大家就收货，咁啊见到琴日炒完上，即系至少有啲正面啲嘅反应啦，唔似之前咧，基本上咧就仲交唔交到咧，大家都系即系唔理三七廿一照沽嘅。咁你见到琴日出完嚟嘅都至少个市场上高有啲资金够胆入翻去咯，同之前早段时间其实都系好明显地咧，就似乎正常化翻啲咯。咁大家可能之前又极度恐惧啦，或者惊输，而家开始咧，大家即系有翻啲贪心，咁就好似个市场整体咧就好啲啦，容易啲平衡啲咯，系嘛？咁唔知系咪整体就跟翻 A 股嘅？最都要讲翻 A 股咯。我呢几日最令我老怀安慰啊，就系啲 A 股咧，就呢几日就开始逐步好翻啲啦。今日就唔算好突出嘅，如果你就咁睇CSI， 不过譬如你见深圳啊
睇翻深圳，深圳呢啲都繼續去嘅，都反映咗其實國內同香港又都有少少似咯。即係你見到今日香港恆指啦，個指數咧就唔係叫做喐得好多，但係咧其實就下低個市寬都唔太差嘅，即係都好多，即係啲錢只不過唔炒啲指數相關嘅股份咯。咁啊，即係揾翻啲即係 thematic 少少。咁啊，國內個情況都類似嘅。咁、okay, 所以就雖然琴日 A 股咧就俾我琴日講一路講要留意啲成交啦，咁琴日咧就叫做立咗少少，唔知係咪因為琴日我有講過，因為外邊嘅錢入去咧係慢咗啲啲嘅，不過琴日如果我冇記錯，琴日都有成七千幾億成交啊，琴日都有七千幾億成交，都唔太差嘅。咁啊，希望就個勢頭可以喺穩住再上啦。因為不過通常 A 股就唔係咁啊。A 股咧通常個慣例一係咧就爆上去，一係唔喐嘅。OK， 咁所以咧啊咁動力可以消散咧，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啦。不過今日咧都還可以啦。你見到譬如頭先講啲深圳嘢一開出嚟好似立立地，但係咧去到中午嘅時間咧，其實都走翻強啲嘅。OK， 咁就呢、這個就。即使呢一方面，我諗 A 股可能某程度亦都同譬如華融要講一講啦。雖然新嘅 update 都冇，不過你見到咧，華融之前啲債咧就上個禮拜就好困擾啦。咁升咗幾日之後咧，咁近期就自從阿爺出嚟話會即係安撫下大家嘅情緒啦，即係唔出聲，大家唔知點算之外咧，咁最新個其中一個流傳出嚟就係會部分嘅資產就會賣，即係轉手啦。咁轉手去轉去信達系嗰邊嘅。雖然具體我都唔熟啊，因為呢啲都係左手加右手，全部都係阿爺嘅錢。不過至少似乎就而家有啲流傳就係話成件事可能有啲比較好啲嘅解決咯。即係咁，但係所以你見到啲債價咧都好似好翻啲，尤其是譬如你見翻咧，即係嗰啲呢啲債去翻90都算唔差噶啦，因為之前求其撳一隻出嚟，你都見到即係打咗落去，大家驚驚地啊，打到落去啊，七毫子啊，但係你見到咧，成件事而家好似形勢發展上高咧，大家就覺得哎呀，會唔會大家之前某程度驚係會出現一個即係好大嘅金融爆煲情況，而家真係能夠比較妥善咗處理到咧？咁啊，不過至少從個債價上高，大家明白即係至少大家覺得個風險低咗咯，價錢自然就會升翻。咁但係側面對即係個股票市場都係利好啲嘅。咁所以依樣嘢咧，如果佢真係搞得掂咧，就希望就係令到個大家就重新投入呢、這個股票市場嘅資金和信心就會好翻啲啦。OK， 咁所以咧整體咧今呢幾日咧，其實就我自己覺得就好似容易彈翻啲嘅，唔似之前嗰幾個禮拜啲嘢係咁瀉落去啦。即係當然之前啲嘢就淨係單邊衝殺啲舊經濟度嗌救命咁，但係呢幾日就個勢似乎就容易翻打咯。我見到有啲朋友問你咁會唔會冇信心做翻上去啊？咁啊放心咯，就而家就感覺上我覺得信心大翻少少啊。OK， 咁講完呢個咧就不過最重要就係因為我哋個大家記得嗰、那個。嗰個倉位都比較高嘅，咁倉位比較高個市升，同埋你買嗰啲升咧，咁梗係信心就會大翻啲咯。OK， 好咁講完即使一啲啦，咁就我就揾阿同其中一個同事好啊，對我，我話我今日冇咩講啊，不如揾個同事自動請英講下啦。咁阿 Alan 咧就講一講啦，一隻唔知大家我哋應該之前冇講過，不過琴日可能如果有睇美股咧，都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嘅呢隻 ISRG 啊呢、這個Intuitive Surgical， 咁我交俾阿 Alan 過嚟講一講啦。OK。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Intuitive Surgical 的这个公司，然后还有它最近出的一个业绩的情况。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话，它这个 Intuitive Surgical 它是一个叫机器人医用机器人的一个公司。所谓医用机器人，就是说它可能是在临床里面做一些手术里面，做手术的话，它辅助一个医生的进行一些腹腔的手术，然后肿瘤的一些摘除或者一些
这类的手术。然后先说一下这个背景吧。然后在所有的这个医用机器人里面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个是手术机器人，一个是骨科机器人，第三个是服务类和这种康复类的机器人。然后手术类机器人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是它是协助医生去做一些手术。这个的话，其实我比较熟悉这个板块，因为之前我在那个 Varian Medical 的时候，我们公司是做肿瘤放疗，然后肿瘤业务就是我们就有考虑这个项目，就是要并购一个这个手术机器人。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在手术在这个肿瘤这个领域里面，现在传统的如果用传统的这个医生就是用开胸手术去做这个手和这种用机器人来比的话。这个不管是从效率啊，还是从医生的这个学习曲线，还有手术的成功率和综合因素来讲，它手术机器人是完全要比现有的这个医生的传统的开胸手术要好很多。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吧。然后之前也知道，这就是很多oncology 这边都在发展的一个趋势。然后所以说 Intuitive 在这个手术机器人这个领域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龙头，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垄断的地位。虽然说它这个有一些能跟它做类似的公司，比如说这个 Medtronic 还有这个 Transentix， 这两个算是已经做出来了，还有很多现在在临床中的一个公司，但是基本上 Intuitive 这个技术是完全领先于全部行业的，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商业模式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生在现在医院的覆盖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判断是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长期能进行一个垄断吧。然后其实跟它体量比较接近的就是骨科机器人里这个 Skyler 还有 Medtronic 也在这个骨科机器人有一些这个覆盖，还有这个 Zimmerbots， 这个其实它的这个不管从市值还是说它的技术来讲是接近于这个 Intuitive， 但是由于它这个sector 是这个骨科的机器，它不是这个手术机，所以它们并不是构成一个直接的竞争。所以说背景大概是这样。骨科的话就是主要是膝盖啊，还有一些脊柱啊，还有这个踝关节啊，这种它是做这种也是手术，但是它不像这个 surgical， 它这个也是用传统的方法，它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劣势吧，相对于用手术机器人。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服务和这个 rehabilitation， 就是这个康复类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低很多吧，比 surgical 还有这个骨科低很多，但它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市值也比较小，所以就不详细介绍了。然后这个有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亮点吧，为什么会选择可能去考虑这个公司。第一点是这个它这次的业绩非常强，它是完全了 beat 的这个 Morgan Stanley 啊 Goldman 啊还有这个 Street Consensus 的一个情况啊。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业绩。它 top line 首先就是 beat 了这个 Morgan Stanley 的 17.7 的一个 beat， 然后它的 bottom line 就 beat 更多，就是它 beat Goldman 的 11.7 和这个40，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beat。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beat 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一季度的一个恢复吧，就是 Goldman 和这个 Morgan 没有想到这个在一季度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大的背景下，这个 Intuitive 还能有一个很大的出货量。这个后面也会讲这个它的这个新季的这个生产的机器，并且寄出的机器的一个增长是一个200，在今年一季度有一个300个机器的增长，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增长。然后第二个考虑的一个点是这个 robotic surgical 的这个 market 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的阶段嘛？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之前大家做一些传统的还是通过医生的手术开胸啊，用手术刀去做，这个是传统的。所以说这个robotic 这个技术虽然说它也时间不短了，其实从2000年开始就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新兴的技术，所以它渗透率比较低，它就是这个是能保证它这个行业的一个高速增长嘛，能够大概保持在 13.7 的一个增长物质。而且这个在中国其实在美国现在已经好一点，但中国其实就差得更远，因为中国本身就连开胸手术的话它都渗透率又不高，再加上这个技术，所以说可能在海外市场像中国市场就更大的一个增长吧，这个行业比较好。第三个就是重点，就是我认为它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商业模式非常非常非常强的，它是这个它靠的是这个 recurring revenue， 它不是卖一次机器的这个钱，它是这个卖了这个机器以后，它会第二次它会连续的，就是这个机器的所有耗材啊，还有它的一些跟进的一些服务都需要收费。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里它的一个 breakdown，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它很神奇一点，就是它这个大部分的收益其实来自于这个 instrument accessories， 这个就是一些配件的收入，其实已经占到了它的可以看一下它的收这个收入的比例
已经是在它所有的这个总收入里面是最高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它其实每卖一台机器，其实这个机器相当于怎么说，就是它既是一个产品，同时它也在给公司不停在创造利润。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随着机器越卖越多，它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就是它的已经超过它传统卖机器的收入。这个是在医疗器械这个领域，我觉得是罕见的吧，就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这个 revenue 是非常 retainable 的，长期可以持续，而且它也随着机器卖的越多，它这个也是用几何倍数的增长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它最强的一个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像这个在 COVID 这个背景下，它的 margin 也能保持到一个 high 的30和一个 low 40的这个一个保持吧。这个 margin 它也是能够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保持下去。还有最后就是它的这个 pipeline， 它这个 pipeline 其实覆盖的非常广。它的这个就是它有两个，它主要是两个机型，一个是 SP system， 一个是 ION system， 这两个是能覆盖这个单孔的这个市场，还有这个肺腔的一个这个腹膜，这个腹腔的腹膜的这个市场。这两个的话等于说就把所有的开胸手术基本市场是完全覆盖的，所以它的这个 TAM 也是很大的。其实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考虑这几点吧。然后反正是刚才也讲过了，就是它这个 top line bottom line 都是 strong beat 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这个然后就是它的这个 breakdown 刚才也提到，就是它的这个其实它的这个 total 这个 sales 其实很多是来自于它的这个 instrument， 是一个 retainable 的一个 growth。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system， 它的这个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它这个 system 的 revenue， 这个就是它新卖的机器的数量。这个是在一季度的时候是已经 beat 了，是 Goldman 的59的一个 beat， 是非常 strong 的一个 beat。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卖的特别好，这个的话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机器卖的好，也就是说明它下一步的这个 retainable 会更好。所以说这个就可以有一个类似于它内在的一个 guidance， 就是说它的将来的这个 instrument accessories 也会更好的。然后大概就是，然后 operating 的这个 metrics 刚才也讲过，就是它的这个新卖的机器现在在一季度已经卖了300台了。然后这个新装的这个 base 其实并没有太多，大概是还是跟预期的差不多吧。然后但是它的这个机器卖多，也就是说可能同样一个 base 它可能卖更多的机器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 guidance 的话，管理层这次给的 guidance 其实也是 beat 的这个 consensus， 然后它给的是22到26的一个 positives， 就是总手术量，然后它是 beat 了一点。然后还有它的这个margin 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主要是 margin， 然后也是 beat 了这个 guidance 吧。然后 growth 的话，对，大概刚才想提到就是很强的一个增长，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好，唔该晒 Elia 啦。咁啊，讲下啲美股啊，呢轮好少讲啲美股系嘛 ？OK， 好。咁不过呢只琴晚都出完之后咧，个市场都收货，所以都飙得几劲嘅股价，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啦。咁啊，咁我见到有啲人嘅问题问得几好啊。咁啊，阿 Kelvin 同埋 Ada 话，不如留翻多啲时间俾佢哋解说一下。咁我哋咧就早啲跳去 Q&A 啊。OK， 咁啊，睇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阿 May 就话点样选 A 股嚟投资，可以用咩筛选平台？其实而家如果传统即系啲量化嘅筛选平台，你任何一个 apps 都有噶啦，系咪？即系啲炒股平台包括富途啊，咁我哋样样都有嘅，所以就同埋有时都唔系成日好量化嚟去拣股嘅，咁都好多时我哋花多好多时间去即系知道究竟发生咁咩事㗎嘛，即係唔係睇个股价去搵嘅。咁同埋有时咁当然啦，我哋都参考譬如啲唔同嘅资讯嘅。咁所以呢就好难一概而论啦。OK， 第二个朋友问 ,Adam Wong 我就问下点样可以保持啲同事对工作嘅热诚，lunchtime 做嘢。咁佢哋好好好㗎，唔知点解呢，可能要 sell 下情怀。不过唔係，最紧要就係佢哋入嚟做之前都真係好鍾意做呢件事㗎嘛，係咪？即係我成日话你去读啲好叻嘅大学啊，唔係间大学好劲㗎嘛，係因为入得去嗰啲人本身都好劲㗎嘛。咁并唔係公司有咩咁特别，而係本身好有热诚先入到嚟咁解嘢。OK， 啦答返啲正经啲问题啦。关于只 Remagen 就有隻嘅胃癌药啊，就 ROC48 预备上市。咁我问下 Kelvin 讲下呢隻药得唔得啊？系咁就 Remagen 即系荣昌生物啦，咁佢之前就批咗个红斑狼疮个药啦，已经咁嚟紧咧，即系今年有两个 catalyst， 就一个已经出咗啦，咁下一个就系佢嗰个 RC48， 即系佢嗰个HER2 嘅 ADC 咧就
应该 suppose 大家都会喺度讲紧系下半年或者系六月嗰啲时间会上嘅。咁就系咯，即系好似你咁讲啦。咁而家咧，点解你即系市场咧，好似有啲消息就好似讲四月十一号啦。咁又好似佢系嗰啲技术评审嗰方面咧，可能已经差唔多搞掂啦。因为见到好似喺工场嗰啲检查已经完成咗啦。咁可能系而家系纯粹系即系可能会有机会提早上到市啦。有即系可能有呢个机会啦。咁佢呢个问题就问呢、这个针对维岩 ADC 同咧其他即系例如 PD1 有咩唔同咧？咁其实简单啲嚟讲就即系 ADC 呢样嘢咧，其实就好似一个即系例如PD1 就系即系去帮你杀咗啲即系一个机制帮你去令到嗰啲你嘅免疫细胞去杀咗啲癌细胞啦。咁就 ADC 咧就似系一个装喺呢样嘢上面嘅毒弹头咁样咯。即系其实佢系一隻嘅化疗药嚟嘅，咁就系一啲有毒性嘅化疗药咁样去做呢样嘢嘅，系啦。咁就你见到佢，如果你睇啲 IPO 书，可能都会有讲，即系呢个疗法咧，就可能会系嗰、那个嘅安全，嗰、那个嘅不良反应会比较低少啲啦。咁同埋而家市面上咧，其实讲真，你即系除咗你话 ADC 啦，即系就咁讲 HER2 咧，依胃癌咧，其实都即系大陆就得外企有嘅啫，咁就所以荣昌咧可以话系即系大陆可能嚟紧系第一间系做 HER2， 无论系 ADC 啊定系咩都好啦，咁就做 HER2 呢个靶点咧系即系第一间可以咁样去上市啦。咁其实佢呢隻药咧比起嘅红斑狼疮咧就应该因为嗰个市场竞争都大，因为依胃癌大家知道我哋讲咗好耐 PD1 咧，咁其实 PD1 都可以依胃癌嘅，咁就你而家最 hot 就应该 PD1 嘅，咁第二个靶点就系 HER2 咁样咯。咁其实仲有个叫 VEGFR2 咁嘅嘢嘅，咁所以而家市面上就大概有四五隻药可以咁样做到依胃癌啦，咁所以个竞争都大嘅。咁你见到其实即係有啲投行可能估去30年呢，即係呢个呢个 RC48 呢隻药可能係卖到差唔多30亿人民币到。咁就比呢隻红斑狼疮就反而会少啲啦，可能少一半到啦。咁红斑狼疮可能卖到6亿到，加埋就佢啲收入可能可以去到100亿嘅。咁就大概係即係个 update 就係咁样。其实因为除咗胃癌之外，仲有好多嘅。其实你做 HER2， 因为佢其实都似 PD1 噶，可以咩嘅性症都可以做。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好嘅赛道嚟嘅。不过就要睇你到时出到嚟，即系啲临床数据系咪真系咁好呢？因为其实你见到今年其实有新闻啦，个百奥泰嗰间都系药企咧，咁去做呢个 HER2 嘅 ADC 系终止咗个临床试验嘅，咁所以就都见到呢隻药其实都难做嘅，所以就都值得留意嘅。其实荣昌即系而家见到佢嗰个成交额都比较低啊，所以就大家都冲咗去啲 InnoCare 啊 Castle 嗰啲，咁所以都可能系一个机会嚟嘅。OK， 好，唔该晒 Kelvin 啦。咁跟住咧，阿小白就话咧，问过我，我咪客一齐赚钱好开心，咁我多谢你啦，因为我哋都系因为大家有问过几次，我哋都花时间去睇，咁啊，结果咧就即系呢轮就炒得好开心，大家咁我哋都系咯，即系一齐赚钱，真系好开心嘅。另外，佢问嗰只300957，我哋睇紧啊，所以咧就不过佢都即系啱啱上市，升得几劲，所以都。到因为之前应该讲嘅，之前我哋下风啲咧，所以就冇咁进取住嘅。咁啊，而呢轮个市场好似好翻啲，咁啊逐步嚟啦。因为之前 A 股都走弱嘅，呢啲不过即系有关于呢只贝康尼有睇法，我再同大家讲下。OK， 咁不过啊，有啲朋友都提一提阿 Ken 哥嘅话咧，应该因为有部分朋友爱美客呢啲咧就唔系喺呢个深港通、沪港通买得到嘅，咁所以咧就会有影响咯。咁我都明嘅，不过我发觉其实有啲朋友都买到啦，所以
有时我讲啲股票就通常讲下啲我哋有研究有操作嘅，咁啱遇着，如果讲啲股票一般朋友买唔到，咁就系衰啲嘅。不过都大家明白。嘅啫，咁通常我哋都系集中讲啲，我哋就同我哋有关噶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参考就更加好啦。如果唔系，我希望大家唔好太过介意啊。咁跟住阿 Traders 咩话咧？关于美国嘅制造业嘅 PMI， 如果去到超过60咧，就你啖股市周期股有冇睇法？认真讲，我冇嘅，我有谂过，但系我冇，不如你掉翻转解教下我呢样。我其实就我会即系都会睇下即系 PMI 嘅数字，同埋佢纯粹系多一个对个实体经济嘅情况嘅一种数，至少数字上嘅理解咯。咁但系咪嗰个单单一个 PMI 数字同个股市有一个好大嘅相关性咧？我就冇咁嘅大嘅體會，其實跟住佢不過補充咗一樣嘢，就話琴日有個朋友咧，因為話係咪嗰啲留言俾我哋 delete 咗，佢話可能係因為咧嗰啲留言咧係有字數限制，如果太長嘅話，可能咧就要切開去 post 會好啲啦。咁呢個我都唔知喎，咁多謝啊，阿 Traders 都成日都有啲幾好嘅問題，我都話有時都幾好嘅資訊，多謝大家先，都唔單止阿 Traders 嘅，好多朋友都係多謝你哋啊。好，跟住咧就出動 ADA 啦，呢幾日大家都話要出動下 ADA， 咁啊就 FTDNK 就話啊 ADA， 即係你好似講過咧，即係3800啦，咁啊嗰陣時啱啱出完業績，關於佢傳統嘅生意同埋新嘅生意個情況啦，咁啊近期啲股價就好似好翻咯喎，咁冇加住啊，同埋澳姆啲出邊啲行有啲 update 關於佢嚟緊嗰啲情況，咁啊撳翻個股價俾大家睇下先。啊 ，Ada， 你講。咁好新嘅資料就冇嘅。咁你話啲行點樣睇個 set result？ 咁其實都係係差過預期啦。咁但係其實嗰日插10% 係咪真係差得咁緊要？有啲覺得係，有啲覺得唔係啦。咁講翻而家新嘅嘢咧，就係、是出個 set result 嗰陣時咧，其實公司就有提過一個實質啲嘅 timeline 啦。因為我如果有睇我哋paid 嗰個 seminar 咧，咁我哋有講過佢今年咧係嗰個IGBT 咧係會有新嘅廠開嘅，咁而新嗰個廠咧係真係會做埋車嘅 IGBT 嘅，即係電動車嘅 IGBT 嘅。咁之前嗰啲 IGBT 咧就係應用喺啲好高電壓，即係一係就係真係火車啦，或者一係就係啲電網嗰度嘅。咁所以就未之前嗰啲 IGBT 係未應用到喺新能源車嘅。咁新嗰個廠咧今年會開嗰個廠咧就係會用喺 EV 啦，拍列啦，咁公司就俾咗个 update， 咁就应该系近年尾先至会真系可以有产出嘅嗰、那个就系、是、新嗰个 factory， 咁呢个就唯一同。之前嗰個就話係2021年啦，就冇講到幾時。咁啊，而家就講咗係都係近年尾嘅。咁就可能有啲人之前嗰個預期係會早啲嘅，可能年中嘅。咁而家就係落實咗，係講話係年尾啦。啊，呢個就唯一我 catch 到，即係可能同之前嗰個 expectation 有唔同嘅。OK， 我最重要就是啲股价慢慢爬翻上去啦，你见真系都好辛苦噶嘛，咁OK， 好，咁就不过好彩我哋即系都仲揸住嘅，所以爬翻上嚟，我哋都开心啊。好，答下啲即时嘅啲嘅问题啦，先答下咧 AM 嗰边啦，阿 Charles Lee 就话咧，佢觉得见到啲 A 股反弹冇乜靓，应该要趁高减持一下，增加现金。OK， 咁冇乜力讲，系因为今日个指數就頭先講過啦，冇唔算好爆升，不過深圳都仲 OK 嘅，成交量就琴日回咗少少咯。咁啊，
咁你頭先我都提過啦，即係 A 股就係咁嘅，即係勁咧就嘣嘣升去嘅，咁所以佢啲嘢冇力咧就都要開始要留意一下，即係究竟係咪純粹係死貓彈一下咧 ？OK， 不過多謝你提點下啦。咁不過依啲就每日觀察和判斷啦。同埋佢覺得咧可以趁順達彈低89蚊減跌轉去 ETF， 轉去咩 ETF 咧？即係個市啊。咁OK， 不過 anyway 多謝你嘅意見啊。即係頭先不過今日只順達開始發力咁，我見到。好啊，咁啊，咁啊 ，Like You 今日咧，即系喺翻我哋嘅 C 基金即时嘅Live Track 里边咧，就系排头位啦。咁觉得美股同今日港股市宽都唔错，咁系咯。其实唔系市宽，就是、有啲好耐冇喐嘅嘢咧，都开始突然间好似咧开闸放监冲翻晒出嚟。咁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我觉得系啦。阿 Dick Pan 话 Hi 2333，即系应该长城汽车啦。如果我冇记错啊，就点解跌咁多？因为出咗第一季啲数啊嘛，系嘛？我冇，跟住啲 margin 有个 downgrade， 跟住啲 margin 就麻麻地啦，跟住就俾人都好多人都唔收货。OK， 咁就系咁咯。现价值得买吗？我冇啊。OK， 跟住佢话咧，得知中原博立今年表现仍然是正数，咁啊 ，C 基金有能力在年底前超前吗？咁你问我，梗系有咁嘅谂法啦，系咪？咁即系如果个基金经理觉得自己唔会跑赢人哋，咁梗系即系你都惊啦，系咪？咁第一个就系一个主观嘅谂法嚟嘅。对于 C 基金今年嘅 expectation 如何，即系个表现，咁讲真嗰句，我又唔信有一个基金经理真可以答到你嘅。认真讲啊，即系你我就未听过一个基金经理出到嚟嘅，够胆同人讲话今年会赚几钱嘅。如果有嘅话，你话我知啦。系啊，咁啊，咁我参考一下咯。OK， 请不要答我，我会尽力。Don't mind to give me a quantity answer。不过讲真，再讲你呢个问题，我答你唔到嘅，认真啊，唔系啊，唔系我唔想答你，系咯，咁啊，下一个问题 ，Jackie 聪话 ，Hello 2333 Big Ten Holding seems increasing in the past several weeks， 咁我只股价啦，估系 ，Do you think I should still hold 2333？唔识答你喎，咁佢大家之前佢都买啲车 OK 嘛，啲 tank 又得噶嘛。咁而家喺啲 margin 有啲 disappoint 咯，咁啊車股近期其實好似即係都係華為話做車，大家興奮下咁樣咯。但係整體大家又即係唔算係即係 underline 係咪做得好好咧？同埋即係好多隱憂噶嘛，係咪新能源車嘅衝擊啦，芯片又驚大家又唔夠啦，等等咁，所以其實就不過其實講真咧，即係。before 今日啦，只長城已經係繼續比較叻仔啲嘅啦。你見即係佢都即係相對啲譬如比亞迪啊，相對即係吉利啊。不過今日就慘慘豬啦，一夜殺落嚟啊嘛，交唔到就冇辦法。咁但係講真，交唔到落咗嚟，我都第一我唔係好中意接飛刀嘅，所以我更加未必會買住先咯，係啦，依個即係同間公司可能冇關係嘅，但係我都好少話一件啲嘢搭落嚟我就走去買嘅，依個即係風格問題啦。阿 Ian Wong 話預備彎道超車，我希望啦就，不過今個你問我，我覺得今個禮拜就我就即係冇之前咁辛苦嘅，即係之前就真係大家走鬼掟曬出去嘛，咁你就有啲尷尬嘅，即係我又唔係齋即係純粹 momentum， 我都好 momentum， 但係有時候我都有個 balance， 咁應該走鬼走快啲咁，而家就好似正常化啲咧，咁啊希望可以成你貴言啦，彎道超下車啦，即係真係可以揀翻啲 setter， 揀翻啲股票可以走，即係真係容易啲有 alpha 咯。Like又話點解唔接少少2020個記得第一個咁第一我琴日有講過啦，因為佢純舊股咁就其實真係大家個印象係差啲嘅。咁佢第二我又有啦，咁我都唔需揀接咯。咁所以你見琴日其實即日個股價都唔算好好，所以有時接個 placement 咧可能係短線啲嘅，即係大家可能你我見譬如我一答埋啦，譬如有啲人問點解只美團你沽完跟住又接啊？咁你覺得即係其實你都係鬥股嘅，即係或者講得清楚啲，placement 咧其實
你同你抽 IPO 一樣嘅，即係當然你誒，譬如我哋好多 IPO 新股，你講到天花龍鳳好 long term 睇好睇唔好，都當然係重要啦。但更加重要就係、是，如果你覺得佢個定價同上市第一日個表現係升嘅話，咁你就走去買啦。如果唔係，你覺得未必會咁強，咁你不如上市慢慢買。喺翻個配股嘅情況都係，如果你覺得佢反應會好嘅話，咁你梗係個 placement 裏面買啦，你就即刻賺咗個折讓嘛。如果你都覺得未必好特別嘅話，咁你又何必有咁嘅風險？即係喺個攞咗個 placement， 跟住有機會跌穿個配股價咧，咁即係兩樣嘢有啲類似咯。所以有時即係接唔接個 placement 都除咗對緊公司個諗法之外，咁依個都係個判斷嚟。如果唔係，即係點解要花咁多時間同大家講下，即係喺個配股裏面嗰啲操作有咩要留意咯 ？OK， 咁所以我係冇接冇 take 2020啦。咁 Kingbob 同埋384都冇接嘅，結果依兩隻都守唔住啦。咁咯。其實即係我諗嘅嘢其實唔係好特別嘅。其實我諗嘅嘢同大部分基金經理諗嘅都一樣，咁所以就係咁咯。即係你見即係頭兩隻有接，咁真係個股價會好啲；依三隻冇接，股價差啲。唔係我特別咧，其實大部分你問10個基金經理，可能大部分都係差唔多嘅。我想講嘅諗法啦。想又問一下 C 基金依一刻仲有冇快手？冇。384配股反應係冇差，咁你睇守唔守得住豬股價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即係講係冇用嘅。即係有時咧，講真啦，你落飛嗰陣時逢啲逢啲投行八下，咁佢都可以噏到少少俾你聽嘅，但係有時都不作準嘅。最能夠判斷到個反應係點咧，咪睇下出現嚟究竟守唔守住咯。同埋，就算佢係個 demand 係夠嘅話，你都睇下佢個 demand 係啲 long fund 定係啲 hedge fund。hedge fund 就諗住就係 flip 嘅。如果全部都係 hedge fund 攞曬嘅，咁個個都走去 flip 嘅，咁你第一下咁。就好难搞。OK， 跟住多谢啊，多谢 Ada 补充啊。咁啊 ，OK， 百度买唔买啊？咁啊，系咪当头起啦？咁啊个势又呢啲就未算最劲咯，排得系嘛？都 OK， 呢啲都系挨，希望开始啲挨完打挂，希望。9988現價可以買嗎？9888 sorry， 我係咪老花？9888啊，個個都問百度喎，係咪？同樣答案啦。咁個勢頭未似當頭起咯，係咪？呢啲 iBet 177問咧，就仲有冇9618？答案就係冇嘅，之前係十大，冇錯啊。咁呢度冇辦法啦，話殺落去，即係講真，大家都明點解我咁辛苦啦。話呢輪殺落去嗰啲嘢，即係如果我冇真係完全乜都，即係當然我都一路順勢減持嘅，大家都知道。咁我都當然啦，我又唔夠賭仔掟曬出街，咁但係就真係避開啲咯。呢啲你即係講真，都高位呢啲都幾傷嘅。咁我就避開咗部分啦，譬如話即係阿里巴巴啊。京东我都避开咗，就留守咗只拼多多咁样咯。咁都讲真，三只都差唔多，都系辛苦。讲真，拼多多系最伤添。咁所以冇办法喎。个原因就系因为咁而家个市况大家惊，即系唔系我成日讲，唔系因为估值，唔系因为科技，而系个政策令到大家都走避啦。再加上咁大家都惊，咁个个都话就出嚟烧钱啊嘛，系嘛？京东自己都讲，咁所以。今年會辛苦啲嘅一扎，咁所以就冇之前咁大注咯，整體個 allocation 都有啲控制，幫我改變一下。OK， 好，跟住就問 Kingbob 啦，阿 Ken 新浩啊 ，Kingbob 依家好公司，半導體行業嘅上游工業股，咁日咧大股東配股，請問好得最股嘅前景係有咩見解？咁其實個 cycle 就應該係好嘅，不過你要明白啊，佢哋睇即係間公司睇嘅嘢同我哋睇嘅嘢唔同咯，即係佢可能即係講真，睇係即係幾年一個 cycle， 佢覺得而家係偏係好咯，即係你咁你睇股價知喎，哇2018年就去到40几蚊，跟住又落翻去10几蚊，而家去翻40几蚊，咁佢咪不過你睇下即係每一次都係幾應驗嘅，你大家自己睇。OK， 即系 cycle 咁，所以，不过张国荣都系一个叻嘅企业家嘅。
我哋投資幾叻嘅，查實佢，所以大家諗諗。咁我咁當然啦，你唔好神化，即係佢一配股有個代表散曬嘅啲嘢。咁但係即係 underline 啲嘢都係好嘅。如果大家有睇佢舊年業績啊，第一季即係有講嘅。咁啊，135可以考慮嗎？昆仑啊，昆啊呢扎。系啊 ，Ada 有冇补充啊？跟住俾 China Gas 怼冧。呢轮系我之前有跟嘅，但系讲真呢一两年都冇好认真咁样跟过。咁但系佢冇咗呢一个中游啲 pipeline， 咁而家就系下游嘅 gas 同埋上游嘅真系油咯。咁所以比起其他嘅资源股，应该系 balance 啲嘅。嗯 ，OK， 好，跟住有个朋友问 Ken Hong Lo 问咧，对于五穷六绝嘅说法认同吗？我之前答过啦，咁我就冇乜特别因为呢件事部署，系啦 ，OK， 咁我之前有讲过嘛，即系我个人就好中意比较科学实证嘅，即系五穷六绝出翻身呢三样嘢，究竟系咪喺过往都系应验咧？其实就系一半一半嘅，即系唔系咁明显嘅。跟住呢个问题，竟然我唔识睇。阿 Simon Chan 问点睇三只松鼠？A 股或者松鼠，即系买 nuts 嗰间。哦 ，OK， 我唔识，系啊，多谢。Ada 有冇睇772粤文？系咪772系咪粤文？系粤文。个样好似上上地，新经济嚟讲算跑先。咁如果你睇佢近期好似三月嗰啲MAU， 即係嗰啲 user 嗰啲 number 出嚟就冇乜特別嘅。咁我諗大家而家買都唔係買佢嗰啲用戶增長啊嗰啲嘢，都係買緊啲IP 嘅。咁佢應該今年咧嗰啲劇啊同埋戲係會即係咁，應該比起舊年就應該實多過噶。咁所以就睇呢樣嘢。不過啲仲有啲 games，entertainment 本身都有啲預，都有啲期待嘅。不過俾啲騰訊音樂啊，睇冧咗。OK， 不過我哋都仲有嘅呢只嘢。OK，Nike 話有隻 SWAV 就冇隻 IS。Nike 其實咪全職炒股，佢都幾暴嘅。我想講贊下佢先啊嘛。偉爾股份請問有咩睇法？Ada、Will、Sammy 除了阿达讲过嗰啲嘢之外，有咩？我冇，其实我冇听到。你冇听啊？阿达达闹你啊！唔俾面啊！所以个问题系咩嘢？点睇 Will Sammy 咯？都中意噶，都仲系持有紧啊！有咩？其实我哋讲咗好几次啦，咁冇乜 change in view 嘅，都系觉得呢、這个讲法咪即系呢只好啲嘅新年咯。咁个 entry barrier 高啲嘅咯，系即系做 lens 好，即系做半导体做即芯片，好似好过做个 lens 啊嘛。即系嗰个应该话嗰个龙头就得三间咯，咁就未见到有啲咩真系新嘅竞争对手入。下个月问 Billy 点睇啊？都唔知跌完未啊？希望好似跌完啦，系嘛？即你問我就呢扎，我覺得佢即大部分。當然你留意阿桑係咪有佢 B 站個嗰啲就係出first quarter B 站出咩？就係出 first quarter。哦，係啊 ，first quarter 啲數好慘喎！阿桑食緊嘢，突然間幫我捉過嚟喎。我都係好老實巴氣喎。B 站佢系同其他嗰啲啱啱阿粤文嗰啲 growth 嘅，个 user growth 系有啲唔同嘅。即系如果你见翻咧，三月份咧，因为佢嗰个Quest Mobile 咧，其实嗰啲第三方一啲数据咧，其实每个月都会出啲 data 出嚟嘅。咁其实咧就会见到可能粤文啊或者电商啊呢啲 growth 咧，咁其实系相对有少少减慢，因为上年嗰个 base 相对比较高。咁但系调翻转咧，系 B 站啦、快手同抖音咧，佢个 growth 系 sustain 到系一个 triple digit 嘅。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喺呢个位置。B 站同一啲即係相對話比較偏短視頻少少，同埋以遊戲做 base 嘅一啲公司咧，佢嗰個 growth 相對亦都係做得比較快，同埋佢哋嗰個stickiness 相對亦都比較高啦，即係可能講緊係講緊三四成嘅30%嘅 DAU over MAU 嘅 ratio， 咁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值得期待嘅喺第一季度，係咯。
不過而家講咩都冇用啦，呢扎全部都挨打咁啊！所以你問我哋，我哋都係有啲就走咯，有啲真係中意嘅即係留守咯。所以但係跌得咁深都真係好辛苦，希望就開始轉勢啦，係咪？咁啊，好開心喎！阿 P P 突然間咧就又支持下我哋啦，真金辦啦。咁話希望呢種咧基金經理與公眾嘅互動成為新風氣，唉，好難噶。好似我發覺咧，即係認真講，有時候佢傻噶，好多同埋司機金係嘛？你話好事啊，啲嘢做得好，出嚟認下咧就話啫。而家你驚我哋又仲喺度日日做係嘛？個個應該歸屬埋佢噶啦。咁啊，不過結果我哋都真係仲係日日做嘅。希望大家明白咧，即係啲嘢無論點樣，你都係做好自己功夫先啦。OK。好，哇！這個呢就又今日好多人問 ADA 相關嘅嘢喎，即係問下只 Pacific Basin 2343，問下咧 ，Does it mainly follow 嗰、那個嗰、那個指數啊？我幫佢撳，首先撳咗出嚟咯。係啦，佢問嗰個就係 BDI 啦。係。咁嘅 BDI 就爆升緊啦。平時大家睇呢個咧就係呢個。係BDI 嚇。咁就呢幾日就爆升嘅，咁但係其實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佢啲船咧系冇咁大嘅，即系Pacific Basin 嗰啲船系细啲嘅，咁佢就系嗰、那个handy size 嗰、那个，我上边有NW4 嗰度 check 落嚟吓，咁handy size 嘅咧，其实就喺高位跌咗落嚟，而家啱啱今个礼拜开始 recover 翻少少嘅，等我一秒吓。呢个 Baltic Handy 啊，吓咁真系同 Pacific Basin 嗰啲船相关嘅咧，就系呢一个 index 嘅。咁之前我讲话即系小心咗啲，就系你见到喺高位三月中，咁跟住其实都跌咗一轮嘅落嚟，咁系真系今个礼拜先好似稳啲，开始升翻少少嘅。咁所以佢可能股价都会跟个 BDI 嘅，但系实体佢嗰啲船系应该系同呢一个BHSI 咧，即系 Handy Size 嗰个 index 系个相关性系高啲嘅。咁跟住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有冇 high correlation with certain raw material price like copper？ 咁就应该唔系嘅，佢哋应该如果睇佢哋运嗰啲嘢咧，就最大嗰个 component 系一个啲 grains 嘅，咁跟住先至系啲iron ore 啊、alumina 嗰啲即 steel、aluminum grains 系最大的。嗯，不过其实大家个道理一样嘅，即系行情好咁啊，价钱高咯；行情好即系需求多，咁你买唔买交易啊，同埋多人唔用，咁都系通常都系堆埋一堆嘅。同埋今日点解个股价即系除咗你话个 BDI 今日系爆升之外啦，咁就系、是、Morgan Stanley 就 upgrade 咗个 target price 嘅 upgrade 咗去3.3几咁样。啊！頭先有人問只偉爾，其實好似 Will 頭先講有人問只 Will Sammy 噶嘛，其實都 upgrade 咗，啱啱都出咗啲大行都 up 咗下，係嘛？如果冇記錯，都係 Morgan Stanley 嘅。OK， 繼續。Kenny Pan 就話浩德就減咗美團嘅邏輯係水機團購持續燒錢，就吸收入配股，係咪水機團購情況有變化？当然减持原因第一，即系其实都几多考虑嘅。第一，即系整体你见到一扎新经济股都受压啦，咁都你都要即系控制下个注码风险啦。第二就佢出现业绩，大家见到佢今年会继续烧钱，大家嗰个市况更加惊一惊啦，系咪？即系咁。第三就是因為嗰陣時大家都預佢要做 placement 啊嘛，咁你咪減啲先咯，咁咪 placement 攞翻咯。咁啊，水機團購依件事有冇大變化？就應該係冇嘅。咁啊，所以就係咁。請問對斯摩爾有咩睇法？市場擔心嘅電子監管究竟有咩實際影響？哦。Okay, 最大影響應該係只瑞亞克嘅，即係美國上市嗰間啦。不過你見琴日都突然間大反彈咁，所以咧令到佢都好啲啦。即係斯摩爾就係佢個 supplier 嘛，幫佢做噶嘛。
咁啊 ，OK， 个故事就系以前你买电子烟就唔系烟仔嚟嘅，咁又唔使受烟仔监管啦。而家你当系烟仔咧，咁你就好复杂啦，因为知大陆买烟咧系啊烟草总局垄断噶嘛。咁无论你营运嘅牌照啊、生产啊，都会咧即系咁样点样处理咧，大家就好多人 challenge 到。咁讲真，对最大烟皮嗰个就应该系瑞克嘅 ，OK， 因为佢真系大陆，佢就佢个品牌嚟噶嘛。咁咁啊，对斯摩尔咧可能会好啲，因为斯摩尔又唔系净得大陆啊，有外边啊。咁第二个咧对瑞克风险大啲，因为就算你 black 做啊，咁可能你嘅利钱又会低啲咯，因为即系你冇而家冇烟草税噶嘛，啲电子烟。咁如果你要即系上缴翻啲烟草税俾阿爷，咁你个盈利水平系咪同以前一样咧？咁就瑞克就会复杂啲。咁啊。但是斯摩尔就始终佢唔系直接经营个品牌嘛，佢负责生产。不过你个客仔开始辛苦咧，你都会有影响嘅。咁但系具体系点咧，我就答你唔到啦。即系大家都系要估咯，因为呢样嘢系冇嘢可以冇前车可鉴噶嘛，系嘛？啊，具体嘅政策啊落实系点咧，大家都唔知嘅。不过唔紧要啦，大家见只斯摩尔都开始爬翻上嚟嘛。喺低位咁，好多都正正起鉴定嘅。不过如果你话真系即系炒股还炒股，分析还分析，分析就系难分析咯。不过佢低位慢慢爬翻，慢慢爬上嚟咯。系即系有时好难嘅嘛，即系讲股价同埋讲实际，有时都系可能系有啲距离嘅。中免有冇新嘅睇法？啱啱出咗嗰个业绩啦，咁之前佢出嗰、那个。已經出了一些簡單的數，咁阿桑就已經講了，咁出到嚟冇乜大變化，咁就唔嘥大家時間。唯一最大的update 就是佢會嚟香港上市。OK， 咁啊，應該就是睇下好定唔好咯。不過今日個股價就係、是、都係290几蚊頂住，唔算即係唔算大家覺得哇好正咁樣咯，係嘛 ？OK， 不过即系都即系讲真 ，A 股当中佢之前都守得住300蚊都叫好啲嘅，但系嗰次俾人哋吓一吓咯，咪嗰日。101即系 Innovin 升势开始啦。咁我曾经讲过，即系 healthcare 呢轮都系强嘅，一部分都开始过翻预份个位。即系你话纯粹一个估值咁，其实 healthcare 啲估值都唔平咯。不过就系咁噶啦，即系。所以你话纯粹因为估值而杀，其实都唔系。请问2343系咪可以睇？唔系睇住个船价，点样搵到资料？头先系咪讲咗咯？系咯。嗰个喺 Bloomberg 嘅，咁如果你冇 Bloomberg 上网 search 下，应该有。你好，关于分析员兼顾交易员，我觉得这是很多投资者要面对嘅难。想知道同事怎样分配时间，每日研究新股、观察股票、开市时段，跟住又点样又不分心又有效分配时间啊？咁咪分工咯。咁你见我自己之后我啲同事有啲就帮我可以深入咁研究多啲股票，咁我就兼顾多啲其他咯。系啊，系有难嘅。咁但系个人，如果个人嘅话，其实就唔使睇咁多嘅，讲真。但系有时候都会噶，咁你咪我可能即系开市时段，可能睇多啲即时新闻啊，观察下个市况嘅变化啊。咁你好难，你又一路做呢件事，跟住可以细心睇个 any report 噶嘛？就算睇你都可能快立咯，可能我都有个识，我都系有个咁嘅安排嘅，譬如我自己啊，我好多时候我系夜晚就会睇啲比较深入啲嘅资料嘅，因为我朝头早啊又要做直播啊，又要睇住个市啊，同埋好多公司嘅嘢都系朝头早做啊嘛，咁我自己就会咁样咯，真系斩开佢，有时都系嘅，你望得住睇，你又即系认真讲，我有啲人可能完全唔望个市啦，但我又唔系嘅，咁但系你又喺度望住个市，你好难咁我。你又好难一心二用啊嘛，咁咪时间分开佢咯。Raymond 真问，2170系咪见底？
OK， 睇图入去咯，喺阿 Kelvin 有冇想讲啊？关于只背康，背康就睇翻呢几日，其实都我谂都系炒翻富有新值嗰个点咯，可能系， okay. 因为睇都跌咗好多下嘅，未反价系我真系惨，唉，生不逢时啊，惨。Any update on 2318 result today? We'll add up tomorrow. 咁啊，睇下到 result 系点先啦。第一件事 ，result 都应该系差，应该跌，大家都估系跌少少啊。第一季啊。咁但系我谂今次呢几日嗰个 weakness 应该系因为佢出咗三月嗰个 premium 嘅，咁三月嗰个 premium 系比较弱嘅，咁都唔系净系佢嘅，其实全行都系嘅，所以见到嗰扎都近期都唔系好强。Okay, 好。阿 Yamon 话909909咪即系名媛云啊？睇先，系 OK。909啊，2013系垃圾股喎，咁我唔可以咁样话人哋。咁而家基本上啲人系咁都掟晒出嚟，咁系好嗰阵时，大家又赚到去，天上有地下冇啦。而家系惨惨猪咯。咁有时都系咁噶啦，个市场咁咪尊重个市场咯。Agent 问：如果中免计划增发 H 股，会影响 A 股股价？睇下个摊薄效应有几强咯。嗯，会唔会好啲咧？嗯，其实我觉得就好啲嘅，反正两边都有得吹下，系。好的，请问呢万岁医疗有没有看法？重科在手，求指教。个问题就是这些跟之前大部分的白马股一样咯，就是大家突然间都惊惊地，咁又杀咗一阵噶啦。咁啊，呢轮已经其实之前已经可以企稳翻少少嘅。不过你都会明白，佢有啲人觉得。其中嘅你即係睇點睇啊？有啲人覺得哦，因為佢舊年咧其實就著數咗嘅，因為咧當全世界咧啲疫情唔得嘅時間，佢就話突然間咧即係大陸仲係世界工廠係咁 send 啲嘢出去噶嘛，咁所以你見佢舊年都真係受惠嘅。咁如果你睇得淡啲，覺得啊今年係咪啲嘢好翻，佢又會訂單又會差啲咯。不過如果你睇得積極啲嘅人，又會諗啊，喂，舊年一個咁大嘅契機，佢可以開拓咗咁多新嘅客。咁之後係唔可以繼續 cross sales 其他嘢咧？咁咯，咁啊呢段時間其實講真就冇吉我自己都仲有揸住嘅，只可以講。不過都係小心，因為其實呢啲都係估值唔平嘅嘢。不過大家要留意一下，呢輪估值唔平嘅嘢咧，其實已經又唔係好大問題。你見嗰啲愛美客啊，全部啲估值都唔平，不過大家都唔太緊要。你見到個市場就對估值咧就冇之前嗰下，即係講真，一下都係殺。个借口得，即系讲真，揾啲借口系杀下嘅嘢，系嘛？咁但系企翻去$40咯，我自己就都控制住注码，不过都仍然有，系啦。好的，你好，同正依龙合理估值是多少？咁啊，出边啲人有啲计数嘅，咁有啲就睇先，我揿翻出嚟，应该去边？OK， 同志二龙 ，OK， 有啲人觉得好似去到$25嘅，咁啊，你就听佢讲，冇听我讲。不过讲真，佢本身个估值都系即系偏平嘅 catch up 下。不过泡沫个势头真系强劲嘅，咁啊，啲人觉得即系如果计 PE 系咪应该至少 reference 翻即系 C trip 咧？咁但系如果你个增长仲高啲，其实系咪应该？如果去到差唔多嘅时间，其实可能啲人个谂法冇咁啊，应该个 PE 再。唔单止要唔要 discount， 我要 premium 咯，咁咯。OK， 我时间差唔多，今日咁多问题真系好。答多几个咧，都要做嘢啦。请问另外一只私人嘅对冲基金彭博编号是多少？今年预计第新哦，哇，佢幾好喎！呢個朋友 ，Water Charles 問啊，嗰個喺 Bloomberg 可唔可以 search 到啊？我諗下先。
哦 ，OK， 系有嘅，不过你要喺 Bloomberg 里边，你应该系要系你应该登记咗咧，先可以睇到嘅。咁啊，等串错字，唔好意思。OK， 就应该系 P 个号码系P， 点解咁嘅？系呢个 PICKER， 就系 Pickers KY Equity 就系啦。OK， 不過你通常好彈嘅，你要咧要填啲資料佢先俾你睇嘅。OK， 至於你話第二季新產品推出啦，唔知啊，而家可能第二季或者第三季，希望有多啲好消息話俾你聽。我覺得覺唔覺得有啲牛三標誌股喐到白銀港交所稀土，今日都係嘅，其實都話啲投機性多啲嘅又翻山喎，放監啊嘛。OK。哦，呢个阿三一出话嗰只三只松鼠系300783加入爆升，我哋有冇睇快？我哋冇跟，但我知道佢系因为出咗 first quarter 嘅回收，所以好，所以爆升。OK， 好，唔该晒你啦。好，咁啊，银行股较弱，疫情反反复复，会唔会减持汇丰？暫時未啦，不過都係嘅，即係你見佢落下落，今日佢翻去44-45 蚊。OK， 繼續1725咩事？唔知喎、啊，爆升。OK， 咁今日其實好多股都爆升，呢只咁勁，爆升11蚊添，勁！恒達科技我唔識啊，咁啊，不過呢輪啲炒風翻翻嚟啊，但可能大家嚇。Special seat 啊 ，OK， 哦哦，有啲咩啊？有个 GO，OK，、okay、冇跟啊，唔好意思啊，我唔识。香港啲科技算系咯，咁样冇乜特别嘅。175今年睇唔睇好？哦，今全年睇啊，我发觉啲车依轮都好难睇，即系搭你啲车依轮，可能大家啲即系啲。啲銷量，大家都係講真，好多都係一路睇住啲車嘅銷量啊，睇住之前大家驚啲芯片會有影響咁樣咯。整體嚟講就應該係好啲嘅，不過即係車嘅要中間個變化都好多嘅，即係都好難由頭睇到尾嘅車啊，唔好意思，呢個係實際。OK， 最後幾個問題啦，今日答咗好多。對2319夢啊，有冇特別睇法冇？我覺得。阿 Chance， 如果 Chance 呢兩邊都留言喎，頭先我見佢喺 AM 嗰邊有留言啦，覺得港股都係兩邊拉力緊，指數係咯，但其他頭先有啲朋友都有講啦，嗰啲有部分啲股票開始都發力嘅，跟住最後啦，阿 King I 就問而家港交所可唔可以追？冇特別意見，708已經有人問708啊 ，OK。呢只真系开心炒嘅啫，唔识嘅。佢哋讲，当其他嗰啲新能源车炒晒车嘅时候，佢都继续去咁啊。但系跟住又冧咗落去，所以唔识啊。呢只真系讲真冇乜基本因，即系冇乜嘢可以分析嘅。讲真，你都系睇资金流去炒啦。呢啲即系系 respect 啊。咁啊，好咁啊，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钟头啊，我希望即系都好嘅，证明咧嗱，睇下今日大家咧就个人数又多翻啦，大家又开始问问题，即系侧面都反映咗咧，其实个市况好翻嘅，大家都有翻啲咧入货嘅意欲咯。咁希望呢件事一路咧好翻啲咧，个市咧整体个机会都会多翻嘅。咁啊系咯，咁啊从今日大家个反应，我都感受到个市况真系开始咧唔同翻晒啊。咁啊，不过都好多谢大家继续一路即系对我哋嘅支持啦。咁我哋咧听日再。拜拜。